推出来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是一样的这样直接捐进去？前提练习是完整收，就像我们剪头发一样，刚刚开始学剪头发，是不是要拿把梳子、拿把剪刀这样剪？空姐有没有？有，那就是我们吹风也一样，吹风最重要的也是一个工具的，所以呢，别把毛拔掉，这不行。然后呢，就是说你们回去这样锻炼，坚持一个星期，我可以保证的告诉你，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绝对有意想不到的收获，但是你刚刚开始的话会有一些不习惯，有些很可能就是说很生硬。那为什么我们在吹头发的时候，我本身在里面，尤其是在控制发尾的一个纹理一个走向的时候，为什么我本身可以往这边往这边的时候，就是因为平时在锻炼滚梳玩的比较多，滚梳玩多了自然它就会灵活了，这是我们造型的这先决的一个条件，滚梳一定要给我们玩好，就像剪头发剪刀一定要剪好。那接下来呢，这三位演员啊是请上过来的，他们也可以表演东北二人转，也可以学赵本山，可以是压这个面，要让你给形成的一个效果。好，谢谢啊，帅哥，你让你还有什么啊？你跟你们的店、你们的员工，如果要是就是说要想在吹风这一块有所突破的话，滚梳一定要练好。那接下来的话，我们拿公仔头了吗？你们拿了啊？拿公仔头。哎，今天上午因为下午是实操，今天上午的那个分解头给我首先把发型解出来，我只给大家15分钟时间，15分钟够了吧？我知道啊。15分钟时间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吹下午的那个实操的那个吹下午的那个一个 I 型的吹法。大家就现在开始，先冲完水，冲完水的话，我们开始。还没得了。男站的话，我们要分走吧。分走，你没得钱怎么办？男站的话，我们分几个走出来，因为我们现在能够承受起码200电吹风。对，我们要单独分开吹，不能一起吹。哎，吴经理，你好，你这里的管梳能不能拿过来看一下？因为他们的很多管梳是不合格的。有，我看。啊 ，OK。东浩，刚才拿我管梳的请回收好吗？老师，别管他，谢谢。他缺什么的？缺喷涂的，还缺剪刀的。对。拿了留着能买，行，剪刀最好是自己挑一挑，或者是买剪刀有吗？有吗？啊，
拿一个电工剪子。我这个都不剪。放一帽子。能摆开吗？你这个头发肯定有点短，这个头发肯定不行。这个东西还挺好吃，对不对？然后，周教给我分销费，现在有多少人？现在有将近三十人，二十多人，是不是？几个电工？我们买吗？大家把座位把这个凳子靠边，要不你就睡两下。晚上下午还有啊，你们进度要快一点。下午的话，还有一个吹头发的要去，我们今天要。